燕儿，哥，我今天可等半天了啊！你这台也没少做，该轮到哥哥了。哎呦，哥，生气了？生气？我还不生气，我气坏了。你别生气呀、啊！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成吗？燕儿，这里太忙了，咱俩找地方好好玩。那你给我多少钱、啊？让哥哥提钱，哥哥我能保你啊？钱嘛。干啥呀？妹妹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准备出趟门，大哥兜里没钱，借大哥点。别呀，大哥，你看我也不容易，你可怜可怜。宋冠，我留下。手拿去听听。大哥，我求你。练练，快点。快点，二官，快点，快快快，磨叽。完了吧，大哥，你让我走吧。上哪去？我求你了，你让我走吧。自己干啥你不知道啊？啊？去，让他躺着去。别呀、啊！让他躺着去。1998年6月8日，
沧州市公安局接到报案，在沧州永昌化工厂前外发现一具被焚烧的女尸。情况怎么样？据咱们初步检验，死者是女性，身高要1.62米，年龄在20-30岁左右，颈部、面部、胸部有烧焦痕迹，颈下肌肉出血，系这个急性窒息死亡。死亡的时间大约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，生前有性行为，详细情况在解剖以后进一步的确定。我把尸体解剖的情况讲一下。经过尸检，发现心脏表面有出血点，以脑内的精液和现场提取残疾人上的精液相一致，经鉴定血型为 A 型。另外，现场发现的金属片分析应当来自高档时装的装饰物。哪来的？还挺漂亮的。问那么多干嘛？咋钥匙穿过的？这样品就这一件，你懂不懂？啊？你要还是不要？不要给别人。要要。丽颖，来，我出点事儿，我得出去躲躲。躲哪儿去了？这事儿你别问。给我听着，我走之后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给我待着。哦。你要给我扯别的，回头把你腿掰折。发案后的第二天，凶犯李哲潜逃到了唐山市。来，小姐，洗个头。哎。哎，大姐，你给我洗的。当然了，清北，你一进门啊，我就听说你是东北口音来的。我也是东北人，咱是老乡啊。大姐，你讲究吗？谢谢啊。
哎，大姐，你这店装修不错，花多少钱？还可以吧，花了20来万。你这能挣回来？嗨，买卖不错，一年就回来了。大姐，你家东北什么地方？吉林的。吉林的啊，我辽宁的。哦，咱姐夫这，我看这咱姐夫也不帮你忙不忙吗？嗨，哪指得上呢，整天起来在外边疯跑。哎，大姐啊，那你家住哪？我呀就在店里边住，这不为了照顾着店方便吗？结局难讲，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大姐，嗯，你的手上戴什么石头？挺亮的。错，这叫钻石，正宗南非产的。挺值钱。不少钱呢。昨天晚上11点，你看见个摩托车从这儿过去。好像有个摩托车往河堤那么去了。哦。一个男的车，一个女的。哦，那俩人都长什么样？男的大个子，女的穿黄裙子。好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68奸杀焚尸案发生后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。沧州市警方为了尽快侦破此案，在当地媒体播放了认尸广告。很快，一个叫于小满的年轻人看到广告后，前来辨认尸体。把屏幕门打开。先喝口水再说。我姐叫于小燕。2年前我们从东北来沧州打工。我在建筑队上工作。我姐在不夜城夜总会当服务员。你最后见你姐是什么时候？就是那天晚上我跟我姐一块吃的晚饭。你再想想，你姐身上都少什么东西没有？项链没有了，耳环没有了，一套橘黄色带兰花的衣服也没了。衣服有什么特点吗？我送给我姐一个手链，她镶在衣服的左胸上当装饰品用。你这有呼吸吗？有，是个数字机。号码是多少？12710858855。根据于小满提供的情况，刑警安强、宋光辉二人来到不夜城夜总会进行调查。请坐。哎，喝点水。嗯。于小燕是我们这儿的，有什么事？他好几天没来了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说是富家，不就是孝敬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这几天没来，估计找他靠近了。我们在化工厂围墙外头发现一具女尸，基本上能确定就是您舞厅的于小燕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而且能确定是他杀。那我们今天找你，就是想了解于小燕的个人情况和咱们平时的社交关系。希望您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。于小燕是东北来的，来了有4-5个月了，人长得挺漂亮，找她的人也特不多，她怎么会出这事呢？经过调查，得知案发前的几天里，给于小燕打过传呼的共有15人，除了她的亲属之外，还有3位本市男性。
五天前我确实给于小燕打过传呼。你找于小燕干什么？我。于小燕是什么人？你应该清楚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我说，我受普修世家的影响，有个嫖娼的行为，和于小燕处理过，发生过关系。我赶紧受罚，罚多少都行，千万别通知我单位和我老婆。我在单位是个领导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以后再也不干这事了。行了行了，这事咱以后再说啊。我先问你，6月7号晚上11点你干嘛去了？我和同事们打麻将了，从8点一直打半夜2点半。都谁呀、啊？说清楚点。二麻子，张传军和他们两口子，我们4个人。经过走访，给于小燕打传呼的3个男性都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。1998年6月11日，案犯李哲离开唐山，来到黑龙江省林口县3道通镇。老板，算账。38。贵点了吧？小本生意，没多大利。不能再少了。这毛菜锅也是，行也是，弄贵了。没有利。走，骂戏饭店。三叔，哎，哲子，啥时候回来的？刚下火车。来来来，快坐下，把箱子放下，赶紧婶儿给你弄几个菜。咱俩好好喝一桌。哎，三叔，别忙了，咱俩出去吃去，啊？什么也都吃去？对啊，婶儿请客。那我跟你婶儿打个招呼，回去。哲子，嗯，这老没见了，你混得不赖啊。比三叔啊可强多了。三叔，也不行，马马虎虎，没事。哲子。你把你发财的路子给三叔唠唠。也没什么。三叔，这年头我是看透了。你不干点大的，不整点黑的，你想发财，你想当大款，你得等多少年？这小鸡不撒尿，它各有各道。你说这些大款他哪来那么多钱？他挣的全是黑钱。哎，坐台小姐呢，就专挑这会儿宰。咱们怎么办？咱就得从小姐身上好。三叔，知道吗？来，哲子，嗯，下回叫上三叔，咱爷俩干一把。您吃点菜，三叔。三叔，
这条道上可没有后悔的事儿啊。不后悔。那咱们就一起干。啥时候走？三叔，你可挺着急啊。这样，你明天去买票，咱们去唐山，那地儿有点意思。被害人于小燕的弟弟于小满一直在查找与他姐姐被害的有关情况。这一天，他在街上忽然发现了他姐姐那件橘黄色的时装。刑警队长刘璐得到于小满的报告后，认为非常重要，他立即带领干警赶到这里。看这衣服，房顶兰花，上面还有个青花。衣服哪来的？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我那个在街上捡的。捡的？你不是在沧州商厦买的吗？怎么是捡的？带过来。衣服是哪一天从哪捡的？就是前些天。我那个路过团小区，从那儿买点东西，把车子就放马路边上了。然后我回来的时候看里面有个塑料袋，那个打塑料袋一看呢，里面是件高级时装。当时吧，想可能是别人放错了吧，然后也是贪小便宜，就看四周没人，我就骑车走了。六月七号晚上你干嘛去了？六月七号晚上在我女朋友家，他们家里面人可以作证。这几天你都干嘛了？从那儿回来我就一直就病了，然后有点发烧什么的，一直在床上躺着呢。穿上衣服，领我们去你捡衣服地方。行，可以。就在这儿。没错吧？那对对对，车子就放这儿了。就在这儿，绝对是这儿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哎，空。忙了是吧？妈问你个事儿啊，你看附近谁穿过这件衣裳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大姨，问个事儿啊。
你看这附近谁穿过这件衣裳啊？没见过，没见过，你再好好看看。没有，哦，没有是吧？哎，姐姐，你家这附近谁穿过这件衣裳？好像是那个二楼的那个姑娘穿的。哪个二楼？那个八号楼的王小丽。哦，就那个楼是吧？啊、哦，嗯，走的，走。有人吗？没人，没人，再瞧。你是王小丽吧？你们。哎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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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楼，干啥去了？小楼，哎，别别别，接着来。别跑，你没得跑。你是王小丽吧？是吧？跟我们走吧，有点事问你。你叫嘛名字？王小丽。从哪儿工作？在黄鹤楼餐厅当服务员。抬起头来，这件衣服见过吗？没见过。不对，有人见您穿过这件衣裳。说，这衣裳哪来的？这件衣服是我男朋友李哲送给我的，我觉得挺漂亮的，还穿了一天。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，我看到电视上有认尸广告，说那个女的生前穿过一件橘黄色的时装。我想这事肯定是李哲干的，我怕这衣服给我惹来麻烦，所以到了第二天中午，就把它装到塑料袋里，拎到楼下，准备把它扔掉。可是我发现那儿很多人在走来走去，我拿着东西非常害怕，正好赶上旁边有一辆自行车，我就把它扔到车筐里了。为什么不报案？我哪敢呀！李哲心狠手辣，他还杀过人呢。他要是知道我出卖了他，他还不得杀了我？李哲人呢？跑哪去了？送给我衣服的那天他就走了，走的时候也没说去哪儿，我也不敢问，我只知道他的家是黑龙江一个什么林场的。你是怎么认识李哲的？一年前他去黄鹤楼吃饭的时候认识了我，他死乞白赖的缠着我，要我跟他同居，不然就杀了我。1998年6月24日，沧州警方向李哲的原籍黑龙江省发出了协查通报。材料大家都看过了，下面让刘璐介绍一下李哲的情况，他们曾经打过交道。李哲，男，1970年出生，原籍黑龙江省高棱县，81年随改嫁的母亲和两个妹妹落户沧州。1989年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6年，1995年释放后仍恶习不改，因盗窃销赃罪被批捕在逃。据我们了解，他流窜全国作案，很少回沧州，而且性情暴力，心黑手狠。李哲曾经是运动员，百米速度11秒，身高体壮，爆发力强，在外省多次被抓，又多次脱逃。据说他能用硬纸片打开手铐，曾经从3楼上跳下来而筋骨不伤。李哲的继父死后，他母亲又改嫁廊坊，但是现在的住址、电话和后夫的姓名都不清楚。我个人认为，李哲逃往廊坊的可能性极大，因此我们准备对廊坊进行重点控制，同时对他在沧州的两个妹妹进行交往布控，以获得有关信息，并和黑龙江取得联系，协助布控。
1998年8月14日，李哲伙同其三叔沈奎星来到唐山，准备对他上次看好的那家法郎进行抢劫。哎，老板，这都你刀啊？哎，我刀。你家有没有王麻的那个菜刀？有，给我拿一把。来，你来一把。有没有存点的？这包比较好。嗯，看这包，这包比较沉，特别快。快不快？你给我试一试，有什么？好，我给你试一试。速度，我确实特别快，这东西。胆这么小，干啥你不行？你这不怕？怕什么怕？咱俩不坐着喝茶呢吗？谁知道是咱们俩干的？哲子，下来咱们怎么办？妈的，弄死个人，又没搞到现钱，东西又不能出手，太他妈亏。大叔，你认识的人里头有没有特有钱的？特有钱的，有一个倒外汇的叫何振东，他家最少也撑个80万的。你咋知道？有一回他和一个朋友来高冷办事儿，在我那小饭馆里吃饭，俩人都喝高了，把家底给露出来。见大叔知道吗？在哈尔滨，他走的时候啊，给我一张名片，这地址我都记着呢。三叔，你对有钱人挺留心的。我可没那个胆儿，没那个胆儿。案发的第二天，沧州市警方接到唐山市公安局发来的一份紧急协查通报。市局的协查通报。三五烟，指纹，法郎歌舞厅。小蔡，马上给唐山打电话，跟他们取得联系，让他们把烟盒的指纹传过来，看能不能并案。好的。由于唐山法郎杀人现场只留下沈奎星的指纹，这与沧州奸杀焚尸案现场留下的指纹不相吻合，故没有并案处理。哎，出来了。
你看，这两个指纹差异比较大，可以确定不是一个人的。指纹对不上，应该不是一个人干。黑龙江那边有消息吗？高冷那边的干警和派出所正在严密蹲守，只要他回去，肯定跑不了。嗯。李哲如果要落脚的话，离不开原籍廊坊、沧州，逮他应该是早晚的事儿。但咱们得抓紧时间工作，晚抓他一天，就有可能多一个无辜的人受害。1998年8月23日，李哲和沈奎星来到哈尔滨，对集邮商人何振东家进行了抢劫。哎，大姐，有去林口县和河北沧州的票吗？有，才几个？你给我一样拿一张。好。哎，51个。好。摆正好啊。好。给你俩张。好。站牢好啊。好。谢谢啊。嗯。哎，车主。咱俩一人干两把，这钱啊你够花一点。嗯，咱们出去分头走走，你出来一个多月了，我怕让人怀疑。啊，你呀，赶紧回林口县，还开那小饭店。啊，三叔，记住了，花钱可千万别再障碍。行，那你呢？我回沧州。你说啥？你回沧州？不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这你就不懂了，三叔，你记住。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。四叔，行，到这儿，赶紧走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走。哎，红车子，什么时候咱爷俩再闹一把？行，我回头啊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啊，走。狡诈的李哲并没有回沧州，而是去了廊坊。哎，你给我呼叫21870。对，有急事，请回电。姓李。电话是03163514569。对，哎，多呼几遍。对。李哲在廊坊打给沧州他妹妹的这个传呼，很快被警方截获。刑警队长刘露当即带人赶往廊坊。
事儿。所长你好。你好，我们是沧州公安局的，这是我的工作证，这是我们队长刘璐。哦，刘队长你好。你好，我们局发过来的传真收到了吧？收到了，关于李哲的事是吧？对对对。好，请坐。哎，任务紧急，我们现在急需要知道李哲母亲的确切住址。好吧，你们稍微等一下，我马上去查。好，谢谢啊。那个女的脚开车了吗？我这个女的肯定不是你那儿媳妇。山西城啊，他跑到这地方来去开车？嘿，王大款他不到这儿来了。这个本田雅阁值多少钱？30多。完了，肯定完了。到晚了，你干嘛去了？你说哪个6月7号？我不知道你说啥。6月7号晚上你干啥了？你能知道吗？你把太太给我放牢去。你干啥呢？打人呢？去年一个外省的派出所所长调我6天，我什么都没说。现在那所长下岗了。你少说废话！我就问你，6月7号晚上你到底干嘛去了？皇城围墙外那子是不是你干的？那女的衣服呢？二话商量着。警方对李哲突审了5天5夜，他一直避重就轻，对68大案和其他犯罪活动闭口不谈。依我看，对这小子甭客气，不给他点儿眼色看，他是不会交代的。不行，请记住，绝不能搞刑讯逼供，我们要利用证据抓住犯罪分子的心理活动作为突破口。可是这小子软硬不吃啊。刚才支队长他已经很明确了，我们就是要抓住李哲的弱点，从小处入手，抓住时机出示证据，不说他不开口。安强，不行你换个方法再和他接触一下。行，我试试。怎么着，再来个？够了，
李哲，我问你，我听说你能用影视片打个手铐子呢，有这事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听别人说的。那么你再请刀打着手铐跑出去。这没什么，四个警察抓我，给我带铐在车上压我，我搁窗户跳下去了，硬是没追上我。行了，这不有点本事吗？哎，你也行，一般三个人抓我根本就摁不到我。不行，哥们儿，有机会咱俩比定比定。恐怕没机会了。李哲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趁早交代，早交代咱早了事。我交代什么？我什么事都没有，我交代什么呀？啊，这我懂。你赶紧把铐子打开，你没有证据你也定不了我。你赶紧，赶紧吧。李哲，我告诉你，公安局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一个人。我们既然把你抓来了，我们就有证据定你的罪。我们在现场提取了精斑，并做了化验了。你如果真相信科学的话，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我知道，我那些事儿一说出来，我脑袋就掉了。行，我说，我得提一个条件，你们要是答应我了，我全说。什么条件？我想和我妈见一面。可以，我会跟领导说一下。他不想在审讯室跟他妈会面，怕他妈受刺激。要不从华山宾馆开个房间，还有找人替换替换你，你们调整一下。不了，我想等他们见完面我接着审。于是警方从廊坊把李哲的母亲接到沧州与李哲见面。下午我用车给送回廊坊去了。感冒了，赶快吃点药。没事，下午我再支队吃。李哲，你妈妈你也见了，你提条件咱都答应了，这回你反该交代了吧？你不中午八点八运？太困了，要睡一觉。刚才见我妈，我脑袋也乱，啥也想不起来。明天我全跟你说。哎，你这横耍赖呢！
俺瞧，俩弄红了，是不是还放手？没事，俺就比小子强多了。天都快亮了，你也顶好几天了，你还迷糊着呢。也行，我家迷糊，到时候你再喊我。行，迷糊。刑警安强由于连续办案，四五个昼夜没有合眼，加上服用了大剂量的感冒药，他终于支持不住，昏睡了过去。情况就是这样，安强确实是由于带病坚持工作，身体极度疲劳，才导致这次事故的发生。对于李哲的脱逃，我作为组长负有不可推卸责任，但是我请求于党委能够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把安强留在组里，我们继续组织抓捕。现在不是谈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李哲已经逃跑了，为了不使罪犯在社会上继续造成危害，我同意你们专案组马上采取行动组织追捕，这样呢，你们专案组呢马上制定一个方案，尽快的搞清李哲可能落脚藏身的地点。安强留在专案组我同意，请你们专案组呢马上采取行动，尽快的将罪犯抓捕归案，挽回影响，弥补过失。安强，李哲已经逃跑了，这个你们刘队已经把这情况都给我汇报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的把李哲抓捕归案，您呢不要有思想负担。局党委啊同意你继续参加这个专案组，尽快的到东北的高冷去追捕李哲，
完成任务。我相信李哲他逃得了初一，逃不了十五，你要很好的完成这次任务。局长你放心，我一定吸取教训，早日完成任务。我刚从局长那回来，局长同意咱们的方案了。现在看来，李哲已经离开沧州，极有可能逃回社会关系复杂的原籍。局里决定，由我带着安强、向东、光辉，咱们四个人立刻北上，抓捕李哲和同案犯沈卫星。立刻行动，马上就走。刘露他们来到哈尔滨，马上与警方取得了联系。经查，高棱县没有发现李哲的行踪，但其同案犯沈奎星仍在林口县家中。刘露决定先去林口县三道通镇抓捕沈奎星。这是河北沧州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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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所长，哎，王警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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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走，张工，好，你好。接到你们电话以后，我们就派人去了沈奎星家的小酒馆，人不在。据群众反映，今天上午沈奎星回去拿了点东西，领着孩子一块走了。现在我们正在派人寻找，会不会是走了风声了？不会，我和陈所长分析了一下，有两种可能。第一，沈桂星和李哲接上了头，二人流窜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第二种，是他上亲戚家去串门去了，这种可能性比较大，因为他还带着老婆和孩子呢。刘队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陈所长，我有这么个主意，派人把这馆撬了。局长，出事了。出啥事了？我们村沈奎星家的酒馆被撬了，里面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的。人怎么样了？我没看见他人，怕破坏现场，没敢进去。好，我们马上派人过去看看去。咋了？哥们儿，知道怎么回事？这儿人偷了。真偷了？是吗？又丢什么了？能肉下来吗？他两口子不知道？他不知道。没带酒啊？警察，老沈哪去了？不知道。赶快想办法通知老沈过来取证。好，我找个人打电话通知他。喂，啊，你说嘛？我们家酒馆被人抢了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好，我就来我就来。哎哎哎，死猪，你还睡？咱们家酒馆让人抢了。你说啥？咱们家酒馆被人抢了，你还在这睡觉？快去看看去！他妈，敢在老子头上拉屎！走，看看去。不对呀、啊，谁敢抢我的酒馆？你去看看真假，给我来个电话。怎么会是假的呢？
咱们邻居老岗子亲眼看到的，刚打来的电话。你啰嗦个屁呀！快去。啊，行。出嘛事儿了啊？出嘛事儿了？老板娘，看看吧。哎呀，电视机没了！这是哪个挨强盗的，把我们家酒馆给抢了啊？这谁呀？不要命了是不是？行行，您家老沈呢？你还不赶紧把他叫过来？这个没出息的，昨天去我们家，给我老爹祝寿，喝多了，还在家里躺着呢。你娘那在什么地方啊？就在胡家屯不远。一会儿就到。你这样，你现在赶紧去喊他，我们要调查取证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我去打个电话啊。啊，行，快去吧。哎，好。前面骑自行车的人就是沈立青，接过去。我没犯罪，闭嘴，闭嘴！我告诉你，李哲呢？我好长时间没看见他了，知道我们哪来的吗？告诉你，我们是从河北来的。老实坦白交代，是你唯一出路。说，李哲人在哪？唐山的事儿是李哲干的，是他出的主意。不对，我问你，李哲人呢？是他，哈尔滨我们分手以后再没联系过。李哲还经常和谁联系？他是不是去李文武那儿了？李文武，李文武住哪？在高陵县。没说完，继续说。我交代，我交代。我和李哲在哈尔滨抢过人，70多万，我分了20万，我可一分钱没敢花，都在我家菜窖里藏着呢。不对，还有呢。我听李哲说，他和李文武在天津小白楼。抢过钱，再没了。老陈，这么着，麻烦你们带他先生上哈尔滨。可以，我们先上高冷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啊。你咋回来了？家被别人了？没有。行了，给我整点吃的。好了，你等一下。哥哥，来点牛肉，家里没别的吃的。行。回来事儿，千万别跟别人说，听见没？啊，我知道。你说出来，大家敲门。真的？你到底从哪儿来啊？我犯啥事儿了？你问。
大白天，我上哪给你整去？我操！你赶紧给我整一个。刘队，嗯，前面就是高冷县县城了。小史对高冷了解吗？高冷县我比较熟悉，高冷县居住的大多都是林业局的职工。当天，刘露他们与高冷县公安局邓世发局长取得联系，请求高冷县警方配合行动。什么？李哲？对，他身上背着好几起大案，据他同伙交代，现在回高冷了。邓局长，这家伙，我呀太了解他了。他14岁啊，就在我们林口高冷这一带用刀捅人，捅伤过好几个人呢。邓世发局长立即部署高冷县刑警，武装待命，随时准备出发抓捕案犯李哲。刘队长，我们全局干警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马上带人把屯子围起来，然后你带人直扑李文武家。啊？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李哲出现了，他刚刚敲诈我们林政科长5000块钱。哥哥，我没亏待过你吧？你大哥还算可以。什么？这是我替他给你的。谢谢你的哥，那我可以回去了吧？哦，拿完钱就走啊？今儿你甭走了，今儿你陪陪我啊。那可不行，那等你大哥回来能饶了你？他不会回来，他从来不吃回头草，你怕啥呢？他来无影去无踪，今儿你就陪我了啊！今儿陪我啊！今儿陪我。李文武交代了，李哲住在他一个同学家，把具体情况说一下。李哲住在他同学家，他家在村西，一个院3间房，一间是堂房，一间是卧室，一间是杂房。据李文武交代，李哲身上绑有烈性炸药。炸药？炸药！你们要是进来，咱们就一起死。
李征，你听着，你不要抵抗，我限你五分钟走出来。走着，我们少跟我废话，你带着你的人赶紧给我滚，要不咱们就一起死。李征，听着，我们城中是公安局的。我操，你们够快啊！安全了，没得？啊！安强，给我说话！安强，你来不来？安强，你出来！安强，你给我出来！李征，要冷静，要冷静！你给我闭嘴！我问你，安强来不来？靠这，你就靠这。安强，给我闭嘴！抓了，抓住！抓住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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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1998年9月28日，凶残狡猾的案犯李哲最终在黑龙江省高冷县落入法网。